就讲三个人这一大桌子，我是专门吃素啊，还老高，老高说这点才吃半包，都归你了。有的素菜确实比肉好吃。这老高还是战斗力不行啊。马哥，我俩一个小时前就不吃，剩下都是老高在吃了。不过去还要了一块这个。对，是吗？这都是啊，孩子一哭就给爸爸打电话，咬了呗。我高兴的，高兴咬你了，把烧鸡嘴咬了。打了这个猴子，哐哐哐。那你揍他了吧？只是把烧鸡给打了，他害怕了，哭了。那他打你们，他还哭。吃完了，吃饱了。这尼泊尔美女，我就要一斤多了。这家我就给你300尼币，买点释迦吃。加300一斤，两斤，我要一斤，500尼币，我现在两斤500，400，一斤300 ，no， 早就醒了，就是一看就晚上下了一场雨，还不是很干，去吃早餐，我怎么住在那个房间，还没有起，刚才发信息了也没回，自己先去吃吧。多休息一会儿，简简单单吃一点早餐。啊，吃点粥真爽啊！来喝茶。吃完饭什么事也没有，老高他们也醒了，老高先来了。他们在里面。又在过节，不像结婚的吧？还结婚的啊！走，去吃午饭了。今天阴天，有点冷。哎，这头盔跟我那个挺像。今天中午是吃啥？米线新开的。老高买的啥？粉蒸肉调料。这还都是。这个看到了吧？嗯，啥是啥随便点，看，这就是，这就是。这小店还挺有特色的啊！哎，喝点东西。省了爬楼梯了。啊，省了爬楼梯了。我可以。臭脚丫子。这是臭脚丫子吧？这是尼泊尔的传统饮料，还是西藏的？这个。这边的。这边的尼泊尔的啊。哎，我记得以前是那个锡的管。不是塑料的，这个叫铁管，对，铁管以前是，这个味道好啊，现酿的，现酿的，鸡爪骨，现发酵，这不就是那个什么骨吗？鸡爪骨啊，你不能拿这个酿白酒的啊，一股浓浓的酒精饮料味，人家弄这个甜火，你看，把这捏瘪了，要不然把他把你把这骨给吸进去，整给吸进去了。专门给咱放的，专门给咱放的。你不打扑克，你打扑克，他就给你放赌石。馕，这个好吃，这个黄芥吗？不，黄咖喱。不是黄椒。黄椒啊，嗯、辣的。不辣。不辣。打眼了吧？看肉鸡腿。没想到这么大个吧？这小酒馆，放点给我们放点中文歌。这一大鸡腿，半个鸡就撕下来了，连着半个鸡胸。喝完了，也吃完了，剩了一块饼，剩下都吃了，战斗力相当可以啊。那再喝了，再喝个老板话。喝了多少水了？两
250dB 一桶。对，250dB 一桶。要拿矿泉水泡的话，老板就亏了。啊、哦，这个还挺合适的，身子还暖。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挺有特色的小酒馆。哦，这是咖喱烟呢，烤糊了都。小巷子，纯粹的小巷子。走，吃饭去。给我们办事的尼泊尔人。哎，我这牙疼，吃两份药。晚上我就不喝酒了，让他们喝吧。到了，中餐。哪一个？启动一个牛肉。启动。牛肉不，它不是牛肉，我们就少放点牛肉。主要是那么鱼，不要辣的，不要太辣的。咱这个白辣不了，越什么那红烧越清淡，闻着都香啊！你看这北方人干的，红烧越哈，红烧越，还是北方人开的馆子这个量足啊！你看这个大盘，不看咱们四根药鸡，他就要一份儿，一份儿应该是半只也行了吧？你看一个上来，我们那边四分之一都可以啊，这咱们怎么吃？老高，你点，你负责全吃了啊！不行，搬酒店啊，这是回过来吃。我给你说一声，这得还得再最少再来俩人。不是，这一个那个能吃。嗯，摇人吧。刚看见这鸡还摆个造型。嗯。啊，他坐飞机坐到上海嘛？坐到上海他下。还是你猜呢？好不好？这儿的菜先别凉了。这个不会摆桌，把这个炒白菜放在中间了。给尼泊尔，烧茄子，茄子切的有点大。这烧茄子块儿，喜欢吃素的。啊，你这太腻了，这桌子我就吃了一筷子吧。都交给我吧。多点这么多菜，嗯，盘子可大，这大碗汤，啊，可以，丰盛，摆的不正，就这样，嗯，头三尾四，背七图八，吃完了，溜达溜达，吃的挺撑的慌，我是没怎么吃，牙疼，啊。加德满都的夜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好多人呢，压马路都。